这一刻只有静静的看着这些肉片啊、哦。今天第几天没有吃到肉了？第三天吗？原本是属于暴龙族的我，每天就是要有很多的肉，才第三天没有吃到肉，然后对面这个人居然给我来吃烤肉，就是这个人。然后我没有吃，我还是坚持下来没有吃肉，塞了很多的饭，吃了很多的饭，可是今晚鬼辛苦抓个比疯掉，哇，真的是吃肉吃到上瘾了，哇，看到这些肉还有闻到这些香味，真的是太难过了，冰鸭居然还在给我那么啾啾，这是邪恶大魔王。Oh my god！ 你看看这个颜色，这个炭火，这个香味，哦，那在那个肉之间冒出那个肉汁的泡泡，带着微微焦炭木炭烤的香气。Oh my god！ 哇、哦，鬼辛苦一直在发抖。没想到突然没有吃肉是这么难过，是非常的难过啊，像是吸毒一样的瘾。虽然我没有吸过毒，不过当初戒烟刚开始就是这个状况哦，感觉空虚寂寞觉得冷啊，然后全身会发抖。 Oh my god！对面这个人又在那边翻肉了，一边吃肉一边翻一边啾。Oh my god! God damn it!、Oh, 我会用的英文我都说完了。Oh, sorry, shit! F-U-C-K! Oh my god!这个肉大概切多少公分啊？没有公分，大概0.5公分，还不到，0.3、0.4左右。这样烤起来不用太久，而且正反面都可以全熟。那你可以看到那个肉汁啊，我挡到光了。哇，有没有看到肉汁在那个边缘这样哔哔啵啵、哔啵啵散发出来的香气？哦。这真执着真的是一种瘾一种毒啊，每天都吃习惯了，然后等他停下来的时候真的很辛苦很辛苦。我看这样子不到一个月我应该会升天了吧，可能会要开始念佛经了。你要拍这个计划是选择然后一个月再拍一次，你可以自己来试看看，不用教那么多。你可以自己来。对啊，我现在帮你拍起来，然后下一个月我再看你的。人生计划啊！是谁鸟你什么计划？哦，阿弥陀佛。